美国一些人惯于渲染所谓中国威胁，实质上是为美国扩张军力、增加军费制造借口，真实意图是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美国军费世界第一，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。 美国建国240多年历史上，只有16年没打过仗。美国却频频指责他国威胁，这是什么荒谬的逻辑？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、零和博弈的故事观念，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，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。